你现在还在编曲吗？早上？对。对吧？我听我房间附近好像有一个鼓一直在。来吧，第四张专辑要出了就。你不刚发过专辑吗？要发新的？要明年吗？哦，明年发。OK。哦，也快了，已经马上明年了。个人专辑吗？对，刚刚发，但是你要累积作品嘛，然后在作品里面选择那个发。这一生在里面编曲呢，这么放，听到都是打鼓的声。你那新的专辑都是你自己编的？对，特别好，麻麻当当。麻麻当当，麻麻当当。我一直在熬夜，每天在熬夜。必须，我也在熬，你都在熬。拿不拿的？对，拿吗？不拿，不拿。咱们 PD 就休息间就在我的隔壁，每一个间歇我都听到他的鼓点，他的编曲的声音，这是真的，我分享给你们。